对婚姻其实一直是会怀疑的，直到碰到你才让我觉得有一个家的感觉，你让我的人生变得更不一样，更完美。可是在娱乐圈要交往其实并不容易，那我们能够一起走到现在，看到他站在舞台上，我觉得那是对我们最幸福的。谢谢老板。我们要去吃什么？我觉得整个人生比较困难，是在从小没有人陪嘛，然后父亲和母亲离婚，然后对婚姻其实一直是会怀疑的，直到碰到你才让我觉得有一个家的感觉。那真的非常感谢你，让我的人生变得更不一样，更完美。